他说完，他马上说。想一两秒。也不是想一两秒。是等一两秒。不是等一两秒。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他第一次说这话，你第一次听见。现在你们是知道他要说什么了。你们的反应要不知道他们说什么，知不知道？就给一点反应。听见了吗？好吗？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坐。我要去教室。到时候你帮我去教室。你忘了？你把你妈的，那动作是哪个？哪里啊？别拿出来！那这是个文件，大文件。这是我爹从大城市给我买的，你有没让你爹买吃啊？走，刷走，走走。来回来。那我不等你啥呀？我听你话呀。我去给我再弄点水洗手。啊，大木棒。好，对。五杆。五杆。啊，脚真恶心。大气。又太少了，这个大枪。你没喝口水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也成教师了。你咋知道的呀？我也告诉我的。有的从这边过，有的从这边翻出来，从这边下去，就这么下去走，一边就这边走，就一边把那个台词就说了。哦，这个小一点让他背。嗯，这个也要背。嗯，别着急。这里面这可能还得换个小的。这里面是啥的？一个小的，把那个蓝色的给这个。行，一会儿你家长就到后边，往后边。别着急。稍微蹦一下嘛，嗯，然后那是开开，好了，他给你别啥嘞？啊，我还没跟鬼没有联系上。我怎么？我还跟鬼没有联系上。我还没跟爷爷的鬼联系上。小心鬼把你抓吃。嗯，等一下，再说，我还没有跟爷爷的鬼联系上。我还没有跟爷爷的鬼联系上。嗯，小心鬼把你抓吃。你也终于死了，哎，已经死了，知道吧？已经死了。说，你也终于死了啊！哎，逗他玩儿，看，听。那你也给你别啥了呀？嗯。等会儿，一个一个来，先起来。开不动，不是，他一个一个起，他过不来。哎，来，阿舅。预备，阿舅。开始。